开始。你好，我的中文名字是方光然，今年17岁，我上 Heritage 高中12年级，我家有4个人，爸爸妈妈哥哥和我，我还有2只猫和1只狗。今年是我的2年学中文，我觉得中文课很有意思，每天我都可以学到一些新东西，每次学到新的中国字都觉得很好玩。我最喜欢说你疯了吗，我的中文班大家都很聪明也很疯狂，我喜欢说中文，也很喜欢中国的历史，只是报告我感觉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清朝，我知道中国的一个皇帝是秦始皇，他建了长城。一改了兵马俑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到中国旅行。我想想到北京看看长城和紫禁城，然后去上海看看上海滩，再去西安看秦始皇的兵马俑。我也要吃中国好吃的食物。我喜欢打了 cross， 我和我的哥哥也喜欢。我已经玩了5年多，每星期我都会和我的朋友也喜欢。我上中文词，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。有一天我可以自己到中国旅行。谢谢。